抖音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影视。很多人给我发私信问我宠物蛇怎么样去饲养。今天开始我分三期给大家讲解一下宠物蛇的饲养、常见疾病的预防，还有宠物蛇的挑选。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新手养蛇需要知道的一些问题，想更深层次的了解可以在每天的下午来我直播间，咱们一起交流。今天咱们先讲一下宠物蛇的饲养，我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。人那些年我习惯了安稳，没有了冲突，没有了憎恨。有时夜里我也会发疯，有时醉醒了我也会到清晨。当我听见某个熟悉的名字，我又想起了那些事，起了痛了还是你样子。孤独是路过我身边几件强又懦弱的影子，笑着对我说似曾相识。视频看完以后啊，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么一个东西，这个水盆是给蛇喝水的容器，底下这个是咱们为了方便打理给它用的垫材。垫材有很多可选性，玉米屑、羊绒芯、报纸、厨房纸、卫生纸都可以。饲养箱的选择可以根据你养蛇的数量来定，这里咱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。理论上是盒子有透气孔，蛇越狱不出来，而且方便加温，大家自行脑补吧。躲避的话用不用都无所谓，你用了躲避还会增加蛇的野性。如果小蛇的话，小蛇刚到家你可以给它用几天，用完之后接着给它拿走就行了。家的地儿是必不可少的，建议再买个温控，用温控去控制盒子里面的温度比较好掌控。这期没想到会做的那么长，咱们明天给大家讲一下蛇的食物和喂食。